你敢相信吗？眼前这位肌肉健硕的大叔今年已经63岁了，他叫邱元，他曾经是空手道全国冠军，他经营这家店已经40年了。他的店开在日本福冈市城南区，因为学校附近，所以店铺的菜量特别大，大大满足了学生的需求，赢得很多学生的赞赏。尽管每天他还在亲自做饭炒菜，非常辛苦，但是他每时每刻都笑容满面，充满了活力。除了开这个店，他在午休时间还担任私人的健身教练，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请他做专业的健身指导。邱元大叔不但厨艺高超，而且为人非常和善，每一位吃完饭的客人，他都会主动跟他们坚定地握手，鼓励一下别人。现在小店名声大起，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，无论老少，不是为了来吃饭，而是为了跟邱元大叔握手并且拍照留念。也有第二天要参加比赛的选手特意来和邱元握手，获得他的鼓励。现在邱元大叔已经成为了大网红了，他的小店也变成了必定要打卡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小店生意非常火爆。尽管生意在忙，邱元也会满面笑容地主动跟每一位客人握手。邱元说，这种握手不但可以鼓励到别人，同时自己也会充满正能量，他希望客人们都能感受到来自他的力量，